疫情的冲击之下，影响了许多民众外出捐血的一个意愿。张之鸿爱金关怀学会就联合了新庄福音义消分队，携手举办这个捐血的活动。只要民众捐血，协会呢就会赠送一盒口罩。有许多民众都觉得这份礼物是非常的实用。 捐血就赠送一盒口罩，来感谢齐心响应张志宏爱心关怀协会所主办的这项捐血活动的民众。张志宏会长表示，因为这波疫情多少都有冲击到民众外出捐血的踊跃度。有鉴于此协会决定在赠品方面挑选贴近大众生活的防疫用品口罩，让捐血者给自己多一分的防护。疫情期间哦，特别缺血，现在闹血荒啊，所以很感谢我们的弟兄哦，大家都挽起袖子啊，捐出自己的热血。 好，啊，然后我们准备了口罩，因为口罩我觉得疫情期间是最实用的，大家每天都必须要戴。好，啊，我们只要有捐血，我们就是送一盒口罩。民众得知推动公益跑第一的张志宏爱心关怀协会在光华国小门前举办捐血活动，有人结伴参加，情况十分踊跃，而且现场还有不少福音义消分队的弟兄到场，挽起义袖热烈响应，对主办单位赠送口罩这份贴心礼物很实用，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我捐血，我很开心。这一次主办单位赠送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主办单位很贴心，准备了口罩，提醒我们戴口罩可以预防传染，也可以保护家人。这个捐血是我们今年办的第三次，所以有我们的福音义消分队，还有我们福音义消的防宣分队。 来共同举办，很感谢他们。秉持着爱与关怀的精神，张志宏率领服务团队再度发起捐血活动，鼓励民众捐出热血，快乐助人，齐心投入社会公益，补落人后。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